美金 AI 快讯，力源科技9月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赵洁莲女士近日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相关职务，并办理完成离职手续。2020年年报显示，力源科技的主营业务为凝结水晶处理、污水处理系统、补给水处理、其他产品与服务、智能电站设备，占营收比例分别为 44.21%、39.82%、8.78%、5.32%、1.86%。美金头条，欧元区八月通胀创十年新高，日本首相菅义伟拟辞职。美八月非农数据爆冷，苹果部分放弃 30% 苹果税。一周国际财经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